我啊，等你身体好一点，我让毛峰到这儿单独给你表演一场魔术。哎，现在听着外面那么热闹，那么笑啊，我心里一样的乐。真的呀？哎，你把那柜子里头的一本邮包给我拿来，来，这个。哎。这个吗？什么呀？这个呀，都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哎，送给你的。啊，相册。哎，小黑寄给您的信。哟，您全收着呢。对。这个是我们俩刚刚好的时候照的，这应该是他工作的时候吧？对，22岁，大学刚刚毕业，又瘦又黑猴样，你看。可是这时候感觉很嫩的样子。这应该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吧？是。嗯，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。挺帅的，比现在好看。这个应该是上高中的时候。对。又长胡子了，有胡茬儿。女大十八变，男大72变呢。这个小，嗯，这是初中的时候吧？小样儿，真小。这是什么时候啊？10岁。你往下看，他还光屁股呢。这才是真正的小黑。我不是说过我看过真的变戏法吗？你明白奶奶的意思了吧？奶奶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他呀。当了我20多年的小黑，叫余卫师傅。当他10岁的时候叫我第一声奶奶之后，我就知道，我丢了一个孙子，又多了一个小黑。不是奶奶我自私啊，我就想，谁有这么长的长性啊？老天爷就变了个戏法。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对我这么好，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，高高兴兴的，真是我得了个好孙子啊。你嫁了一个好男人，他是好人，你呀，要当娘了。当娘的人呢，就不能任性了，要管好家，要管好孩子，还得心疼男人。男人是要面子的，要心疼的，懂吗？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疼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些别告诉小黑啊，啥也别说。就咱俩知道，成不？成。干嘛呀？你乐了。我没乐呀。不愿意考你，没办法。
别磨蹭了，快点吧。瞧你的，我答应你了吧，我不会跟曹新梅吵的。哼，以前你也是这么说，但是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。今天是你女儿叫我来的，为了你，就为了讨你女儿喜欢，我也不跟她吵，行了吧？真的？但是我不跟她吵可以啊，但是你得排出来对我很疼的样子。嘿，我本来就很疼你啊。哎呀，我说是动作，你胳膊拿出来，搂着我肩膀。哟，不可，这样得了好不好？这样了吗？好不好？大姐，瞧你说的，我跟洪水平时走路就这样的啊，平时就演戏。哟，那你可真够累的。新梅啊，听说你的病好多了，我们都感到很欣慰啊。哎，洪水，你送给于好那幅油画我看了，那个叫秋天。我记着你跟我过的时候你就开始画呀，你这画一辈子才画好啊。不过那幅画你爸最喜欢。这送给你当结婚礼物，那姚静阿姨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还是我叫洪水送给女儿的呢。哦，那真不容易。你知道那画值多少钱呀？大姐，别提钱好吗？钱去了可以再回来的嘛。大家在一块儿开开心心不好吗？有进步啊。嗯，行啊，姚静，我这次得病呢，你对我不错啊。今天咱这是见新姑爷。我今天我什么事儿我都不跟你计较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们呢就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吗？女儿，听说豆豆怀孕了是吗？哦。咱们家真是好事不断呐。哎，雍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这什么事儿神不神啊？豆豆这一怀孕，歘，我病好了，你瞧这手，这嘴没事儿了，你说这什么神呗？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刺激。你这一刺激，病就好了。别老是刺激的。我这辈子我受刺激还少啊。你呀，还要继续理疗才能康复呢。这老年人呢，跟年轻人不一样。你平常啊，多加小心啊。你也年纪大了呀，对不对？你这各方面都得小心点。哎，一好，来，我给你倒茶。哦，姚静阿姨，我来吧，姚静阿姨，真对不起，让我来，你看我都给忘了倒水了。哎，于好，这你就得向人姚静阿姨学习了，在哪儿跌倒了在哪儿爬起来。哎呀，大家都礼让一下，家才能平平安安的嘛，是不是大姐？我来介绍一下，爸，姚静阿姨，这就是一凡。哎，你好，一凡，这是我爸爸，这姚静阿姨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坐坐坐。坐吧。曹妈妈好。一凡。哎。这个我又问句不中听的话哈。啊，您说。你要是跟你们领导提出转业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您看。部队培养我这么多年了，我要是现在提出转业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再说了，我的专业即便是到了地方，它也不是我的强项。是啊，人凭自己的强项吃饭，我同意一凡的。往大了说呢，是保家卫国；往小了说呢，是各尽所能。谢谢叔叔。哎，那于好去了你那儿，那他就要重新来过了，你也让他牺牲啊？哎，这话问得好啊！我愿意啊。你愿意是一方面，过日子是另一方面。其实也没那么严重。一是随军待遇好，于好他不会受委屈；二是我们部队和地方有个出版社，正好于好专业对口。当然条件没有地方好，可是干的是老本行。
您说呢？爸，一凡厉害吧？早都替我想好了。当然，于浩跟了我，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。叔叔阿姨，我能承诺的就是，我一定好好待他。当兵的说话不含糊的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哎，相信你。白养一闺女，哎，你就全当多捡一个儿子。哎呦，这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原来是一家人，后来又不一家了，这现在又一家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这么着了。啊，叔叔，喝茶。好好好，哎。哎呀，干嘛来了？我不躺，我又不累。不行，坐回来。这多累呀！躺下，躺下，躺下。三个月之内特别容易。我这裤子可脏了。没事没事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洗。你还这么躺着啊？哎呀，这别人还得保胎呢。保什么胎？我又不是高龄产妇。千万不能着凉啊！哎，对了，豆哥，你跟于伟说一下。那个月子就在咱们家做，我跟你妈现在都没事了，我们一块照顾你。嗯，想吃点什么？我想吃老母鸡汤。好。然后我在路上特想吃拍黄瓜，加点蒜。拍黄瓜。等，给我最后来点醋吧。没问题呀，还想现在就得开始补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得补铁、补钙、补锌，还补叶酸。对，叶酸。嗯。全都得补了，这个三个月的时候特别重要。哎呦，我现在都摩拳擦掌了。别闲了，你看我妈，你看我妈这德行。豆豆，你不是为那个曹新梅休假了吗？嗯。你还准备去吗？去啊，干嘛不去啊？没关系，好多人都是到临生前才休假呢。我这个，我这又不是高龄产妇，没事儿。那用不用给你们那个？那个护士长给他点小恩小惠，让他别给你排夜班。哎，真不懂，怀孕谁给你排夜班？都会照顾的。哦，是吗？我还婆婆商量商量回来吃。你弟弟现在也不在，他们在外地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跟他说，但我那什么，现在我不着急跟他说，他身体不是还不好吗？我回去再照顾照顾他，等他身体再好一点，我再跟他商量。哎，没事儿，反正我现在想通了，就是该回来就回来，是不是？这嫁人以后一直是我照顾人家，现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你们来照顾我了。是我老大吧？我老大吧？现在是最你是重点保护对象。爸，妈，我来看你们。我就要和玉浩结婚了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现在吗？豆豆，这家医院的妇产科呀，非常非常有名，很多明星都到这里来生孩子呢。我给你订的这位医生啊，是留洋的，英文名字叫麦克，当然是中国人了。是男医生啊？哎呀，傻瓜，最好的厨子、裁缝，哪个不是男的？妇产科的医生当然男的比女人强了。然后我给你订的这医生啊，得提前预约半年呢。他那照片多可爱呀，哎，小宝宝。双胞胎啊！对呀，你来个双胞胎。你看那护士站，24小时啊，人家都值班服务非常好。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？在这里啊，没个10万8万的，你根本生不下来。这么贵啊，姚佳怡！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豆豆，你结婚，姚佳怡没有处理，这次你生孩子，也不操我了，钱包。Thank you.
忘了。妈，你吓我一跳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我也忘了。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我这一着急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你想回你娘家不合适。你想想啊，你说我这有病的时候这么长时间，你这么照顾我，你这请假你都不上班，现在你需要人照顾了，这生孩子。我不管了，你让人怎么看我成什么人了呀？你说我这个不是，是我真的想回我妈家住，而且我妈她有经验，你看她生过我跟我弟弟毛福，我也有经验，我生过于卫跟于好啊。妈，你小点声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别吓着孩子行吗？小点声说啊，妈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能照顾你，你要不在这儿让我伺候你，你就等于扇我脸。不是，至于吗，妈？不是，妈，妈，你别这么想。主要我拿你当自家人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在我自己妈家，我自在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使唤他拿这个拿那个，我有说得出口。你说您在这儿，我这你使唤我呀？那哪成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什么，我那个。我觉得你这身体也不好，你让我照顾孩子，你让我照顾你，我身体就好了。这管不用，从今以后不用。豆豆，真的不用。你说你到你妈家，你挺她让你妈照顾你，这理人过不去，不合适。对呀，你听听。再说还一个，你听我说，我妈特喜欢孩子。那我妈也喜欢孩子。是没说你妈不喜欢孩子。不是这么个理儿，等于是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这孩子是于卫的种。对对对，这是你哪有你对不对？我儿子奶奶对不对？可我都答应我妈了。不是我跟他妈说，我跟他说去。对，我妈说，我说我求他准行。你别了，你求他，到时候你就又让我为难。不哎，问孩子啊？不是他懂什么呀？他怎么不知道？懂？现在问妈，问他。问你就是啥？问，这能问出什么来？能问出来？问，因为我问吧。孙子，住在奶奶这儿，你要愿意就表示一下。不是，怎么？他懂了一下。嘿，你看，同意了。他懂，跟我妈就心有灵犀。这孩子，我跟你说。同意了，豆豆成吧，就这么定了，这么定了，都同意了，同意了。你问他，行吧？行了，妈，你看电视吧，我回屋了啊，走，回屋。你去看电视吧啊。叫小姑，得喊于好叫什么？爸。哎，你看看。啊，您贴的呀？啊，我贴的呀。呀，真好看。好看吧？将来就生个大胖小子，不是，这不是天天看那个什么就能生出来的，这万一要是生不出男孩呢？意念呀，你这天天想这事儿，就生了大胖小子，大胖小子最后就生了。妈，你得相信科学，这不是意念能解决的，这是因为那个外决定的。外什么我不懂，就是基因是不是？这基因我跟你说呀，没问题。你看我生的一儿一女。不是妈，你看我都答应你不回娘家住了，你也别太给我这个压力。到时候我这每天啊想着就得生男孩生男孩，我这一紧张一就是一抽抽，我这到时候不舒服就又吐了。哎呦，别抽，不，你不用，我不压力了。你生什么孩都行啊，现在你是老大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是？他是。啊，对，他是老大，给老大吃点水果。我跟你说，吃水果吧，对孩子皮肤好。老大，请吃水果。妈又弄那么多菜啊！
我每天觉得自己特像慈禧。对，你就是慈禧，我是小李子。我和妈都是小李子。不是妈，你以后别弄那么多菜了，太浪费了。你说吃不完，完了剩菜，你们又不让我吃，都搁冰箱，那冰箱里全都是剩的了。不浪费我吃。我说剩我跟我妈，我们俩人都打死了。我跟你说，豆豆，你听话，你知道，这些菜都是我妈精心给你配置的食谱。你永远记住了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吃，你是代表全家的意愿和坚强的意志在吃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那我现在感觉到，我的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妈，你别给我煎，我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妈，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搁了，搁了，让他慢慢吃。你我听妈跟他说，一说他就吃了。妈呀，原来不讲究，但是现在我跟原来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有学问了，我查各种资料，我一查孕妇吃什么好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我妈真研究，必须得吃五谷杂粮类。你看，南瓜。哎，第二是豆制品类，你看这豆制品，嗯，哎，还有一个就是青菜类，你看这青菜，还有海鲜类，鲍鱼，你看这鲍鱼啊，对呀，那么贵，听，肉类，牛肉、猪肉、猪肝，这还有水果类，饭后一吃水果，所以妈跟你说呀，妈研究以后就吃这些东西对孕妇好。我知道好，但是我觉得咱不用太讲究嘛。你看过去人什么都没有这套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吃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那过去的人像我妈，还有您怀孕没吃那么多，不生的，因为我不都挺好的吗？医生说了，你现在不要太讲究，太讲究不好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跟你说，原来我要是能吃这么好的，余味没这么傻。你看现在多傻呀！不傻，这说的是真话。后来我一直这么想，我孙子一定不能再这么傻下去了。反正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一定要吃好，油也改了。现在咱们不吃那橄榄油，人家报上说了吃这个好，100多呢。对呀，妈，您真舍得呀？怎么舍不得呀？我呀，想通了。你看我那次，咵一下差点完了，我拿着这钱到那边也不流通啊，白费了。我一想啊，什么都要想开，要舍得。我孙子把我召唤回来了，我这钱给他花。不是妈，等一下，万一是孙女呢？你别那么肯定哈。孙女召唤回我也给他花。再接着说医院，医院我联系好了，明儿你跟我一块去。您接着说，联系好了，联系好了以后我就进那医院一看，咱照大专家看，大专家一看啥都是。黄大夫，黄大夫不好，黄了。第二名是什么呀？这个贾大夫，假的也不行啊。我一看第三名程大夫，我一看这姓我就高兴，成了，成了以后我就去了，一看程大夫，顶高兴，程大夫，那个您管管我们这事儿。程大夫说行，送点礼，我就街上转，没合适的，我就还按我这路子来吧，干脆20个大粽子，咵往程大夫那一送，程大夫给吓着了。程大夫没见过送粽子，后来问我这大粽子能吃吧？我说能吃啊。程大夫一看我挺真心的，程大夫说行了，您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成了，成了。不是妈，真的要去程大夫那儿吗？啊，那怎么不去？那得去啊，去啊，去。要白送的粽子，要不白送了。嗯，都答应了，成了嘛，得去啊。你吃。我觉得找你们家媳妇太难了，是，尤其怀孕以后更难。嗯，说婆婆不关心你吧，不高兴，这过分关心吧，那也受不了。对，这妈妈也给我找着这个医生，这姚静阿姨这边也找了医生，我这，我愁死了。不愁，都是为孩子，都是为孩子啊！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么着，不是啊，你不知道。我差一点，我话都到这儿了，我生生给咽回去了。很聪明，很智慧。差点就脱口而出，说姚静阿姨给我找了一个，我知道，我一说出来，你妈准得急。是，你噎得太及时，就要说出去，那完了。我跟你说，媳妇，我是这么想啊，就咱两家医院，嗯，俩大夫，咱都看，是不是？最后咱选择，哪家医院跟咱有缘分，哪医生跟咱有缘分，咱就奔哪家。不是，那叫累死我呀。累点就累点，但是。一切都是为咱孩子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行，那到最后你不还是只能找一个医生接生？你不能俩医生都站那儿给你接生啊？这没关系啊，选择权在咱们呢。你没发现吗？从打你怀孕之后，你在我妈面前说一不二啊，你是咱家这个 number one， 是不是？算了吧，你少来，听我还不明白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这因为有了孩子，我才说一不二；要没孩子，我就说一就是二了。啊，不二，我二啊，我二来吃啊。不过我当时怎么想的呢？我刚吃完饭，我一想，现在还真不能说。你知道为什么呀？你妈跟姚静阿姨这关系刚刚开始有点缓和。是。你说再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我怕他们到时候
这矛盾又起来了，那显得我特别不懂事儿了。对对对，我表现好事儿。中，我媳妇儿最懂事儿，我媳妇儿最懂事儿啊。不错，发育正常啊，胎位良好。哦，这就是那小人儿啊。大夫，这能看出男孩女孩吗？这，不让问呢。对，这个要保密的。哦，男孩女孩都行。对，来，就这间。哎，哦，还挺亮的哈。来，进来看看吧。嗯。哟，这还有一个大露台呢。啊，真是。哎，这个怎么两张床啊？这我们当时订的是单人间，这俩人睡一块儿，到时候坐月子多吵啊！对呀，我们订的是单间啊。这有双人间就不错了，我们这是专科医院，多翘啊！您能提前预定到，已经够幸运的了。我们是程医生介绍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们是程医生介绍来的，院长介绍来的也一样啊。这现在生孩子的多多呀，这都抢一块了。哎，姑娘，我问你啊，你们这医院平常是生男孩多，生女孩多呀？妈，你问人这个干什么呀？你别问这个。不是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医院吧，他就是光生女孩，那医院吧，这一天就光生男孩，一窝一窝的。不会，生男孩生女孩怎么会说一窝一窝的？这个说真的，在这里生孩子，孩子长大了多骄傲，就像读名牌大学一样。我是在那里出生的。不错，挺漂亮的，也挺干净的。是啊，我们这还特设了两个家属陪护床呢，一个给保姆睡，一个给家属睡，双重保险。这下您生孩子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真不错，他们想挺周到的。对呀，那个是婴儿床吗？是啊，我们这还有单独卫生间，冰箱什么都有，挺干净的。豆豆，你同时跑两家医院挺累的，你成吗？不累，我挺好的。两家医生说的都一样，我这心里就放心，等于是双重保险。废话，能不一样吗？不一样就坏了。我主要想说，我俩婆婆都热情高涨，都那个什么，想那个使劲讨好我，说我得配合一下，是吧？我现在在我们家地位，这个没有第二，就只有一个老大，其他都是干活的。傻孩子，瞧咱闺女就是厚的。你怀孕的是你，生孩子也是你，你管他们呢？他们应该的，就是他们表现好，让他们好好表现。我说嘛，俩婆婆都宠着我们家豆豆，这么豆豆的福气。那最后怎么样啊？这俩医院定没定？怎么说呢？姚静阿姨那家医院吧是私营的，然后档次挺高的，环境也特别好。她那儿的反正只要预定就交了定金，都能拿到那个单人病房。然后我婆婆那家呢，就是专科，然后就是说医生经验很好，然后又是这个比较就是说成功的医生，但就是说就每次要排队，人也特别多。而且我挺喜欢那个麦克医生的，他是那个学历特别高，是博士呢，然后是那个留学回来的。你别管他什么留学不留学，麦克是谁的？是谁介绍那个？是姚静阿姨介绍。好，那就定他呀。现在不管什么，现在就是要定一家医院一个医生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就是现在看他们俩表现，这俩医生的表现，这我就 PK 最后定一个。什么 PK？ 就 PK 公平竞争。对对对，这挺对的。哎，朵朵，你现在跑俩医院，那俩婆婆知道吗？你管他知道不知道？你怎么咋操这心呢？反正我跟你讲，闺女，我们啊，这医院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啊。嗯。我们给你定什么呀？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月嫂。到底是我妈就知道我要什么，是吧？那定了吗？我跟你妈跑了好几个那个月嫂服务中心，哎，挑来挑去啊，给你挑一个特有经验的月嫂。就得赶紧定下来啊！现在孩子都宝贵，回头让别人给抢跑了。嗯，你看看，你要觉得行，我就交定金了。嗨，我听你的，他们听我的，我听你的。真的？那当然。瞧瞧，还是我闺女。哎呦，今天我约的这个金牌保姆啊，姓李，待会儿来了就叫她李阿姨。好，李阿姨。啊，亲家，你我这么想啊，你
你说这个月嫂，甭管她是金牌银牌的吧，她跟孩子，她也没有感情啊。人家说白了来挣钱来了，再说了就算是做生意来了，我把孩子交给她，我不放心。不对不对，职业化其实挺好的，拿钱拿多了，干活就用力，这你不懂，专业的。你看啊，我是这么想，我这病现在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其实。我就能照顾豆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那太麻烦了。就是月嫂还是要的，人家是专业呀。再说了，现在讲究是科学喂养。行了，你这也没生过孩子，你也没带过孩子，这我们俩都带过孩子，你就别掺和了，是不是？亲家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今天请的这个月嫂啊，那是月嫂公司最最金牌的。什么叫最最金牌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金牌那个尖上那个。是啊，我听说这一个月5000块钱，物有所值，太贵了这个。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人家不孩子半夜哭了闹了，人都得管的。人一分钱一分货，再贵咱也出得起。你是能出，你们家于洪水是点钞机呀。你看你怎么又来了？这说豆豆事儿呢，你别亲家，保姆啊，这月嫂的钱我们娘家出。盛红啊，这块我就不跟你争了啊，反正医院那块钱呢，我是出了。医院你出？对呀。谁说让你出了？豆豆啊，我就跟豆豆说好了，豆豆也去看了，当然是我出了。太逗了，豆豆跟我说好，我们娘俩都说好了，这事儿我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呦，别，呦，千万别争，别争，别争！不是你这别，你别当着亲家面这么表现。金牌月嫂。哎，李阿姨来了啊！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李阿姨。哦，这两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啊，这个曹新梅、姚静。你们好，李阿姨，哎，看上挺面善的，是吧？你看我这人说话直哈，我问个不该问的。问。我听说怎么着，有的月嫂因为孩子哭闹，她嫌麻烦，给吃安眠药。哦，这个是很不道德的。我也听说过有的月嫂给婴儿喂止咳糖浆什么的。带孩子，婴儿的健康是第一重要的。还有，做我们这行的也是要靠好口碑、树品牌的。人家不是叫我金牌月嫂吗？我也得做得名副其实啊。没错。那还有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孩子成宿成宿的哭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要看孩子哭的原因了，看看呢，他是因为饿了，还是尿了，或者是缺钙呀？其实孩子哭有很多原因，真正找对原因也就好说了。嗯，对。那么我有个问题也想先问一下。问吧。就是在我带孩子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媳妇儿和婆婆的意见不一致，请问，那么我应该听谁的？媳妇的。哦，哎呦，谁的对就听谁的。哎，对了，谁是吧？对。豆豆这女孩真不错，她曾经跟我说呀，就希望我们这两个当婆婆的能够和好，她当媳妇儿呢也开心。大姐，你说呢？看在豆豆怀孕的份上，我不跟你吵来吵去的了。哎，那样对孩子也不好。好，那大姐，以后我们就好好相处，不再吵了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我这不是上你车了吗？都。哎，你说那个医院怎么回事呢？对呀，我也不明白呀。你说你付了钱了，可我也付了，这，哟，该不会是医院收了我们两份钱吧？那不可能啊！那程大夫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。哎，这听，程医生，不对不对，我给豆豆订的那个医生叫 Michael 啊，叫什么 ？Michael， 人家从美国回来的麦大夫。那咱们找的这是两家医院呀？啊？我尝不。那我等会儿喝什么？你养猪呢？你这么多豆豆，豆豆，我跟你说，你过来说说。对，怎么两家医院你都去，你都站着，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爸爸这什么事儿啊？你哎呦，我们俩人，我肚疼，我先上一厕所啊！您这么说啊，我给你。哎，别别，你过来，这咱得说。是啊，不是妈，你别听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豆豆他肚子上厕所不方便，我你们商量，你们自个儿商量。哎，玉卫，你这孩子。算了，大姐，干脆还是咱俩商量商量吧。你坐着，来。
咱们商量商量，这样行不行？抓阄。抓什么阄啊？这生孩子也不是买彩票。不行，坐这儿吧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我说这样啊，你说的那个外国医生呢，不是外国的，留洋的那个，我看看去啊。好，我说的那专家你也看看，货比三家。好，我同意。哎呀，现在家家就这么一个孩子，可得生好了。我们就这么一个孙子。那是我孙子，他得叫我奶奶。他就一个奶奶，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呀？这您这不就叫你奶奶？你这充其量就算是姨奶奶就得。姨奶奶，不行，我不当，太难听了，不当。不难听，姨奶奶不是二房的意思，你也不是，不是你本来你不是二房，你是大房也不是。嗨，你反正就是说，姨奶奶就是说是奶奶的妹妹，行了吧？这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姨奶奶就姨奶奶。那哎，小孩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。三包我全管，吃的不用你管，为什么？吃的入口的东西你不管就对了，就你怕我下毒啊？不是你也没那么坏，倒是，就你没生过孩子，你不懂，吃的讲究着呢。你怎么奶壶不开提奶壶呢？生我不提。行，吃的归你管，那小孩的衣服啊，我去买，全名牌的，大方点。大，纯棉的，冒了吧？那名牌衣服可不就是纯棉的吗？对了，还有玩具，玩具要去买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最重要的事儿忘了，光说没用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算知道什么事儿必须白纸捞黑字才记得。你说杨树的那回，咱不提杨树，提他干嘛？你写上就对了，你写上，真的。第一，就是货比三家。行，好。货比三家。医院，对，医院货比三家。吃的，姚静，姚静，画一个横道，姨奶奶，太难听，不难听，都说奶奶妹妹。哎，我受刺激了，姚那个谁的事儿，我现在就写上我他。行，哎呦，大姐你太可爱讨厌的，那个堆的连肠还有猪手都给我拿了。讨厌呀，走了。哎，鼓的，快点，鼓的，垃圾盒。快点，我不能坐不住了，快点。来啊，看我这儿啊，哎，一二三 ，OK。你也过来，你快跟我们照一张合影，快赏你照一张吧，麻利的。快点。